里踏步，接着转枪。新年一开始，高校乐仪齐队带来满满青春活力，不管是高速转枪、高抛枪，各种花式动作全难不倒他们。各个学校表演动作整齐划一，展现绝佳默契。往上抛的枪线会比较难对到，就是因为它的旋速啊，或是出手的时间点如果不一样的话，力道不一样，就会在空中呈现的样子就会不一样。我觉得那个比较难。不管是队形变化，或是操枪，整体流畅度都表现得很好，吸引北市民众在元旦这天聚集到天母商圈来看精彩演出，但也发生意外小插曲，现场设备出问题，音乐突然暂停。可以看到学生们保持镇定，后续表演不受影响，展现高水准演出。这一次七校联合演出，包括北市商、中正高中、内湖高工、成功高中、佑华高中三名高中装进高职，共计195人，带来90分钟的精彩表演。经过很长时间的统合跟训练，才有办法完成大家奇异的一个表演。七校乐仪齐队合计超过243年历史，有朝气，有活力，庆祝新的一年到来，获得满堂彩。记者李晴、杨宗彦 SNG 小组台北报道。我是方彦迪，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，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。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，但能从新闻里看尽每一道风景。我是方彦迪，请您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